方仔，其实我是第一次见你啊，其实久闻其名啊，但是我们真的不认识啊。这为什么你刚刚说的好像我们很熟一样？因为我以前在你微博上只有6000粉丝的时候，我就是你的铁粉，后面转黑了，我一直骂你。最熟悉的陌生人。real。为什么要骂他？他粉丝多了就骂他吗？光哥，我这样说吧。啊，你说，你放心说。我听你的歌的时候，你还在 The Evil。那是那。真的是很早以前就听我歌的。我刚才我唱的歌算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情歌。我听你的歌，哇，好酷！我是你的粉丝。其实这个事我特别知道，因为当时他在骂你，然后我当时也不火，然后我就在帮你骂他。就那段时间，我们就互骂。就我跟方仔大概骂了有大概六七年。为什么所有人都跟法老都有故事？虽然最近还见了一面，吃了一顿饭，好像关系还可以了 ，OK 吧？我觉得我现在是欣赏你的，但是你的对手，我是觉得他这个曲风我太喜欢了，所以我更偏向于他。